传统饮食店在对抗发展洪流中依然努力，烹煮出有笑有泪的人生。阿姨不是变成私家小馆，很快就会消失。谢家店，刘芷炫、姜伟汉、沈伟俊、王爱玲、李贤主演，美食厨师男，每逢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，感觉美好只在 S。